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在卢川最新一期的小杂刊上，找到了一个趣闻，特地来跟你分享一下。什么趣闻？你看，话说有个身为右相的大男人，为了心仪的女子，竟然在胸前纹了一朵花。这次你又编了个什么故事啊？怎么是我编的呢？如果你不告诉他。 卢川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再说了，这冬青花的故事又岂能公之于众？我专门找人在这胸口上刺了冬青花，就是为了时刻把你放在心上，怎么会骗你呢？你胸口的冬青花，是你专门找人刺的？啊，怎么了？别人摸我，你不开心呢？ 我再问你一遍，你胸口的冬青花，真的是你专门找人刺的？那是我亲手刺上去的。你亲手？之前你在月圆说的话，我就觉得奇怪，直到我在你房间发现了这个，我才知道，你一直都是在看画册里的内容，你根本就没有恢复记忆，你一直都是在骗我。 我只是想让你开心，不想让失去记忆成为你我之间最大的障碍。不信，你知道你我之间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吗？不是失去记忆，而是失去信任，是你这个总爱骗人的坏毛病。冬月。 冬青花，此情我怎么没有记下来呢？我只是不想让你失望。 是你吗？你来看我了。我记得你的名字是由这冬青花而起。我不知道我遗漏了多少关于我们的记忆。如果我不能记全的话，你会不会再一次的离开我？
那就让他离开好了。是你，冬月放弃你多少次了？为何你到现在还是念念不忘？他从未放弃过我。